公子，实在不行我们那个……你已经被蓝二公子禁言了，你转身。啊，这什么？姑苏蓝氏家规。家规三百遍。是我拉着蓝湛喝的，他并不是自愿的，忘机之错，怨灵重罚。你这个人怎么自己找罚受啊？哎，你别走，你别走啊！那里面有什么？那里还能有什么？除了冰就是水呗。西洲河谣，远树皮，高桥。并且放外一步上这次别来我，这次别来我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们一起说过义不容辞的。不急不急，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不是我们，是我们啊。哎呀，威兄，这一趟也不知道是谁连累谁，是我要跟着蓝湛出来的，怪不得他。我还没说完，你倒为他说话。我就说你一个人出来办事儿，我真的不行。有话快说。蓝湛，你是谁？无端审笑，不可坐姿不端。闭嘴！你竟然敢在岐山背诵蓝氏家规！杜不成，是我骂的你，有本事冲我来！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哎，我背你。啊！回去。不许！你不舍，心里不笑。花外人一笑，似浓淡相间，色相投。任冰雪千滴琉璃照，斩烛子将灯寂凝了。我没有听过魏婴说这句话，也没有听到他表示半分对江宗主不敬之意。他竟然叛出师门！世界花枝他不能抢，醉风歌枝他不必好。只愿灵犀过西陵，光暗相逃。怎么可以给他喝清晨？茶宴里只有江氏和蓝天金氏，为什么要叫蓝？蓝家也没有什么。我说，既然金陵满月邀请所有人，那么魏婴也是他为了那些杀人之马，取得了重用。何时杀人？今日。
南湛，南湛，他已经走了。你信我？嗯。你韩光君从来不屑于撒谎的。回口，这里不用你。除了魏婴，还能有谁？收手。这么晚，就连韩光君也着了你的道。不错，魏婴。我早知道他是魏婴。你却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身边的人。再不一天给他当兵就算了，现在还不让我做他的老婆。还是家规，52条是什么？不得结交奸细，不正正邪，祸害数百。火计，过来。韩光君，你究竟怎么了？枉为名士。你们又来了。日月和手将海底更老，爱向人间皆朝暮，悲喜为仇。平白的到他们面前捂他们的眼睛。江总，请注意言辞，叫我一个男儿子。你也真是让我忘了江哥，真是让你舒服。你哥哥脸上的慌，江婉音，你哥马上到时，你还有完没完？要打便打，怕你两个，打呀！望你不舍，心你不笑。站住！放开！封住自己的灵脉。南湛，他什么时候说过自己了不起啊？这姑苏蓝氏的家训里面可有进骄矜自傲这一条？你怎么知道姑苏蓝氏的家训内容？你没事抄姑苏蓝氏的家训干什么？丢人！你闭嘴！不管这蓝氏的家规加多少条，最重要的家训是什么？不可结交奸细呀。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魏婴，